肺炎点解唔救我先啊？喂，救人啊！科学园冧地台，误伤者一危殆。冧落嚟嘅地台有成十米乘十五米，位于沙田科学园三期地盘。除了呢个女杂工之外，仲有四个男工受伤噶。即系真系执翻身材。喂，光头又醒我俾女啊嘛！喂，救人啊！寻日晏昼两点几，工人喺二楼地台落石屎期间，地台就忽然冧咗。我哋嚟到嘅时候咧，就发现有五名伤者嘅，分别系四名。男啦，同埋一名女性嘅傷者嚇，咁佢哋全部咧都係當其時咧，我哋嚟到嘅時候全部都清醒嘅，咁亦都係咧將佢咧就由我哋十字車咧就送往咗去呢個醫院做治理噶啦。其中一個59歲男工盤骨碎裂，情況危殆，消防就出動攤塌搜救隊同埋拯救犬，確定冇人被困先收隊。發生意外嘅地台原本起緊展覽館。有建造业人士就怀疑，可能有工程师计错数，或者工人搭嘅金属棚架唔够力，支撑唔到地台先出事噶咋。科学园就已经叫停所有工程，等警方调查事故原因。